们这里有一点小心机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后面有一个挖背，但是这个挖背呢不会让你影响你穿内衣。嗨，我现在身上这一套呢可说是我们必备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整套，我们这里有一点小心机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后面有一个挖背，但是这个挖背呢不会让你影响你穿内衣，就是你怕内衣的带子会露出来，完全是不会的。然后重点是我们这件弹性真的非常好，穿起来也非常的舒服。重点是我们还是有分尺寸哦，我们的裤子是做直筒的落地裤，我们的布料是属于螺纹布的。然后这边呢我们有做松紧，松紧这边之外呢还有这个绑绳，这个抽绳呢其实也是就是做造型用的。这里的腰围我们是收起来的，所以呢你的腰也看起来会变得很细，腿又变得很长。很多人担心说短版的上衣会露到太多腰了，会不好意思。但是你们看，我们虽然是有露腰，但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小性感就好了，就可以这样子。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怎么办，我会不会肚子这边露太多，我的肉会很多。那没关系，你裤子拉高一点，你就已经把你的小腹都包起来。 Niki 你好瘦，会让你的腿然后呢变得很长，身形变得很苗条。这一套也是我们 Cheeky 的必备款之一。